进场的就是护国公三十六阵头表演。我们慈善天使啊，引导我们整个队伍，我们护国公啊，整个队伍进场，大家给我们鼓励鼓励，谢谢。那大家看到哦，就是前面那路傣中立护傣中立人正优，就是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每一个活动就是受到我们地方士绅大家大量的赞助，才可以使我们这个整个活动能够圆满的完成。现在即将入场的是是我们护国公的那个头旗，很特殊，在一般宗教里面大家可能不会看到有这种展示，就是来护国公的那个头旗，头旗队，我们头旗队都是帅哥美女。我们这个阵头里面除了基本的我们护国公的委员孪生徒孙儿，再来就是我们的信众报名参加，然后平常他们各小组训练，等到要出门的时候我们会有总演练。再来就是我们这个那个霞拿的师姐里面就有一些我们一些仪式要用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抱马阵头人家台语说抱马啊抱马啊就是先锋啦他要先去探前面，探军情，探子先探说前面现在情形如何，然后再回报给主帅。现在在拿两伞，这个是我们新生护校的学生，我们酷妹，她很酷哦。大家给我们鼓励鼓励。再接下来进场的是我们小棒马谷，给我们鼓励鼓励，我们最小才小一，这就是我们未来的种子。再来就是我们龙凤耀旗，嗨，都是小学，给我们鼓励一下。再来是我们的战旗，它是国二，国二师兄。他也是由那个什么小小棒嘛，那个打鼓这样子起来的。我们常常说宗教是一种传承，传承就是要把我们的传统，我们好的交给我们的下一代。还在进场的是我们哪吒大旗，哪吒大旗的图样就是太子爷公在闹东海，然后那五个那个红这个五色的台子，要表示太子爷是神兵帅的统帅，五营的统帅。然后后面这个是我们志工同学跟一些师兄，谢谢大家。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战鼓队的小战鼓师兄，再来献香。我们到每一个寺庙都有献香的仪式。谢谢。然后后面跟的是炉主，炉主我们这一届的炉主要跟在献香后面。再来就是我们的太极。
以走七星啊、哦，北斗七星，七星阵。然后接下来再进场的是我们护国公青年军所组成的太哪吒的，哎，祭社的太子爷表演，他是由一群哎大学生、高中生、国中生、小学生所组成的。鼓励我们的纸牌令，因为三太子他是代天巡守，所以依照古礼就有肃静回避。接下来进场的是中坛元帅帅旗队，但是有一些妈妈、婆婆、妈妈举成，我们这些婆婆妈妈的精神都很好哦。哎，再来就是我们的小小花童，啊，我们只有小小幼稚园，有的还没上幼稚园哦。哎，给我们鼓励鼓励。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哎，我们每一个阵头里面，他们都会一样的晋级。再来就是我们的小宫女，我们小宫女都是由小花童升级的。我们鼓励一下我们这些小朋友，从幼稚园到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就来。再来是我的买草堆，就是抬那个马的，草跟那个水。这些阿嬷都70岁以上，大家给我们鼓励一下。他们从火车站一路走过来都没有停。哎，再来是我们的那个乌鸦新军令。因为太子爷公他是
神兵帅的那个神兵将的统帅江鸭江诶江五爷，然后这个就是五营东西南北中的那个他的定旗。健康的好，再来就是咱的翁老山哦，因为对不起，在这个地方我要用台语，我才可以讲得清楚。咱的牛山嘞哈，有参礼开龙虎哦，三公四行，四门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九连环的三进三退，所以在咱所有的牛山内底。融合加九个步骤，但是我们更把它艺术化，用人的队形把它展现出来。我们所有刚才进门啊，进门要进门里，然后左右就开龙虎啊，还有三角形的，还有四门四角形，五行啊，五行就五个这样在连环的转。然后现在是在走八卦，然后在所有我们的两闪里面，包括到后面我们五教文教的两闪里面，都有把这个九个步骤
动。